out.63，OK， 然后桌面校准，可以，好，现在桌面我来。BWA， 左转，然后电机转向 ，Q stable。轻推一下，已解锁。现在地面先看一下转向，你快转向了。手动飞，把你往后推。可以推轻一点，就是动一动它的左右啊，方向。
到海里去。然后那个我两个澳大利亚的东西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就结束了吧。啊，好，现在 cruise stable， 就 rotor， 然后 DW，QR，QR，RPL。好，就是这个我放光电压 51.88， 现在已解锁 Q Lotter， 然后我一拨就会起飞了，我拨完你就快飞机了。我喊三二一就起飞了啊！三二一，高度5米，
电压是9.6，电路100，高度20，电压是9.7，30，有点侧风是吧？40，速度要变吗？24，高度45，50。60，电压增速高度80，
电压五十，四十，40mm，电压是5.6，四十，5.5，40mm，应该要到了。电压是9.4，30米，25米，电压是9.4，二十，是9.2，10米，是九点一，高度不是很对啊，9米，8米，7米。电压是8.9，5米，是多少？5米，是8.8，差不多2，1，是8.6，然后看一下。已锁定，现在已锁定，我就录制结束。